他就拿给我签了。那你知道那个证婚？我签完以后，他还说另外一个是王世建的。那你当时听到反应？那有什么反应？想说我啊，那这样没有了。那你当时有没有给他什么什么祝福？我说你们现在年轻人愿意结婚，我们都要跟你说谢谢了。我现在下来那边结婚的都欢喜了，我嫁到你早生贵子。